讲到这个超级蜗牛真水，不过却引起大楼的现象。宋西军啊，港加王景渔港拢出现海水倒灌的状况，加上海葵风台侵袭，县政府嘛赶紧来准备着移动式的抽水机，加防水的挡放电器具，放伫咧容易淹水的所在，就近来调度。县长王惠美嘛特别前往王景渔港来视察，加强沿海的防灾措施。超级蜗牛引发泥土大楼的现象，双溪温阿港以及王景渔港都传出海中淹水灾情，加上海葵风台来袭，县府唔敢大意，整条机动式抽水机顶住宅移步伫个淹水地点，就近机动性调度。县长王惠美嘛特别前往王景视察淹水灾情，加强沿海防灾措施。这个防灾准备的部分，我们也做好了外勤的准备。那今天因为是年度的大潮。所以我们这边呢，刚进来看我们的那个旧道展台，水水位都很高。彰化的一个这个沿海地区非常多是是下陷的，那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外水是高于内水的，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，包括这最近刚完工的这个五间寮以及这个过街等等这三个抽水站，最主要就是像这样的状况，把内水跟它往外抽哦。那我们现在有11个这个抽水站。然后呢，有110架的那个抽水机在备战中。那当然，像这样的部分，怎么样长期来解决这个？我们会再看看有没有更先进的一个技术方面哦，来把这个问题给解决。双溪温阿港因为风台关系，渔船无多出海作业，多水摊贩选择休息，现场就零星摊商甲消费者。但是渔港依然会当看见海水提起所留下粪扫甲粪渣。新闻叶芳如综合采访报道。